1000多年前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用一句气蒸云梦泽，将云梦的盛景锁定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传说中它有900里之广，但如今却难觅踪影。这座湖泊是否真的如此巨大？如今它又隐藏在哪里？今天我们只能在古书上的寥寥几笔中去寻找线索，而这些线索也将带我们踏上一段古老云梦的寻觅之旅。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中，有这样一个单元：湖泊星罗棋布，河流交错纵横。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而来的长江，与众多河流一道，在这里左右摆荡，浩浩前行。它就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然而，我们很难想象，数千年前，这里曾经属于一个绵延千里的大湖群，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云梦泽。云梦就是水天一色，浑然一体。整个宇宙放眼看去的都是云梦，给人感觉应该是这样的。水体大，就有巨大的蒸发量。这种巨大的蒸发而形成的这种水汽，就是我们说的云雨。没有这么大的水体，烟波浩渺的景观是很难见到的。它应该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五大淡水湖都大。这个巨型湖泊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如何在历史中逐渐淹没？几十年来，人们试图利用科技手段获取对这个过程更清晰的认识。2015年，历史地理研究者顾延生开始了他对古云梦泽演化过程的研究。这就是古云梦泽沉积时候形成的富含有机质的一些湖沼相的淤泥，呈灰色和灰黑色。我们在古云梦泽的一个分布中心，大概要把地下10来米的沉积物全部打上来，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我们用激光力度分析仪来进行分析，它可以分析当时沉积环境的水动力，它可以告诉你，这一把沙土，它是河水带来的，它是湖水带来的，它是洪水带来的，它是三角洲，还是河，还是湖，还是沼泽。通过分析藏在沉积物中的植硅体，研究小组获取了数千年间的气候水文数据，从而勾勒出古云梦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曾经，江汉平原大部分范围为古云梦泽的湖群覆盖。伴随着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云梦泽的西部逐渐淤积成陆，开始进入到它生命周期中的淤潜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有一部分淤潜了、沉陆了，已经适合人活动了，进行这个农业生产生活了。借助现代科技，我们终于知道，
在长江与汉水泥沙的堆积下，云梦泽逐渐演化成陆地，成为江汉平原的雏形。而正是这片昔日的大泽，成为了无数历史事件的重要舞台。这是一场发生在战国时期的游猎活动，游猎的主角是楚国国君。《战国策》是这样记载的：楚军率领的车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车上的旌旗迎风飘扬，遮蔽了整片天光。这场声势浩大的游猎所在地，就是在云梦。《战国策》这个记录是真实的，就是在这个古云梦泽的边上啊，就是生活的一些，一个是水生动物，包括陆地动物，就是犀牛、麋鹿。麋鹿是四季的动物。《墨子》里面记载，今有云梦、犀豕、麋鹿、银雉，是吧？就这里面的野生动物是很丰富的。云梦泽后来成为这个人王的这种禁苑啊，或者行宫啊，也可能就和这种污染有关系。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在楚墓里面有大量的鹿角制品，尤其是比如说那个镇墨兽啊、辅助飞鸟等等器物上面，那上面的鹿啊、鹿角啊是真实的鹿角，这说明那个时候的楚国鹿这种资源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所以这个云梦这个地点呢，就和楚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的。曾经浩渺烟波的云梦泽，伴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成为了楚国王室天然的猎场。也正因如此，云梦地区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它将见证部族间的征伐与融合，诸侯国间的争霸与兼并，也将见证着一个弱小的国家如何崛起，成为一方霸主的艰辛历程。随着这个云梦泽向东慢慢愈前萎缩，包括他们为了这个扩张他们的这个势力和地盘，向洞庭湖，再向东，向长江下游，向淮河流域，是吧？这样的扩张，我想可能跟古云梦泽的这种形成演化的态势还是有一定的关系。3000多年前，一支古老的部族离开久居的中原向南迁徙，他们穿越桐柏山和秦岭，来到了丘陵峡谷之中的一片开阔地带，他们就是楚人的祖先。这个楚人呢，他最开始应该还是在中原地区，那么之后呢，楚人他是在辟在金山之后呢，他是应该说顺着这个居山和流域南下，开始在江汉地区慢慢地扎下根了。楚人周先来的那个居山一带，也是汉水之南这一带呀，它其实是个大的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的这个范围。甲骨文里楚字的形状，就像是一个人走在满是荆棘的灌木丛中，让人联想到楚人南迁的艰辛历程。筚路蓝缕，移起山林，这是《左传》中对楚国先祖刚刚来到这片土地时的描述。初来乍到的楚人不得不驾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开辟山林，他们艰难地伐掉巨木，开垦出一片又一片农田。关于楚国建国的艰辛，我们同样可以在简牍中找到例证。清华简楚居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楚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好不容易建起一间祭祀大堂，在举行祭祀时却拿不出祭品，无奈之下，楚人只能闯入隔壁的弱国，偷来了一头小牛，在晚上偷偷举行祭祀。那祭祀白天也不能大张规模的祭祀啊，所以呢，他就说他去祭祀的时候是晚上来祭祀。那从此以后啊，楚国人把晚上祭祀也形成了一种习惯。
这些都是讲他这个开始创业的艰难。有史学家认为，楚居所述的这个故事是楚人对祖先历史的追忆。虽然关于偷牛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但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西周甲骨却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甲骨上刻有曰金秋楚子来告父后代。楚子这一称谓显露了楚军在诸侯国中卑微的地位。楚子来告他的，你看楚子那就不认，比如说公侯伯子男，那子那应该是第四个等级，表明开始势力很小，但也是一个诸侯国。先秦典籍简牍和甲骨之上，随处可见早期楚国艰辛创业的记载。然而令历史的记录者难以预见的是，他们笔下弱小的楚国后来有了惊人的蜕变。20世纪60、70年代，考古学家循着水利建设提供的线索来到这里，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旷野和农田遮盖之下，竟然是一座2600多年前的超大城市。经考古勘察与发掘，济南城遗址面积为16平方公里，相当于2240个足球场。城墙上部的宽度达到10到14米，可以容纳2辆6匹马车的天子阵仗。整个城市有8座城门，其中3座水门直通长江，与云梦泽相连。究竟是谁建造了这样规模庞大的城市呢？为了尽可能破解遗址携带的秘密，1975年，国家文物局组织调集全国的考古力量，在济南城举行了考古大会战。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上千口水井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发现了大量的井，水井这个东西是一个直接的生活依据，它足以表明在当时有很大量的人口可能就生活在济南城城南的这片范围之内。有学者估算，按照每一口水井供300人饮用，意味着当时可能有30万左右的人在济南城居住。这一数据令考古学者深感震撼，结合遗址的庞大规模以及典籍的记载，考古学者判定济南城正是楚国的国都。这一发现也验证了东汉哲学家桓谭对这座超级大城市的描述。楚都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和堵塞的车辆，以至于人们早上穿着新衣出门，晚上衣服就被挤破了。我们不禁要思考，早期为了祭祀而偷牛的楚人是如何发展成拥有如此规模都城的强大国家。从历史文献来看，讲楚国强盛的时候讲的是10年，就是能他的粮食够10年，就是讲的就是讲他的物产的丰富，也就说明云梦泽这个放有很好的种植条件，就农业比较发达，给他带来了丰富的粮食，这也是他变成国力强大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这是楚人到来之前云梦先民的生活写照，他们过着饭稻鱼羹的生活。在孕育于云梦大地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碳化倒立。这个水稻的这个长径呢超过了这个6毫米，就6.2毫米左右，那么跟我们现在正常的水稻的这个相差不是太大。这个碳化植物遗产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水稻这个种植啊，
应该来说至少在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普遍的，就是占住了一个主体地位。这个先民们他主要就是靠种植啊这个农作物来获取这个他们的这个食物资源，说明这个地方它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发达的一个水平。农业的发展能够促进人口的繁衍，有了人口，然后呢军队的这个数量，然后呢军队的供给等等，楚氏到了这里之后逐渐的扎下脚跟，逐渐的扩张自己的势力，然后逐渐的强大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楚国发展的一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嗯，如今由云梦泽发展而成的江汉平原依然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然而在纷争不断的春秋战国时期，仅依赖粮食资源作为生存基础还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拥有那个时代至关重要的一样东西。楚人好剑，考古学成果给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据统计，现已出土的先秦青铜剑大量出自楚墓，仅湖北江陵与台山楚墓群青铜剑就出土了172件。几乎每一座保存完好的楚墓，男性墓主都会有剑陪葬。楚国的土地下可谓是一个巨大的剑冢。在这片平静的丹江口水库水面下，淹没着一座楚国早期的都城。数十年间，人们在这座都城附近的楚墓之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剑，这些沉睡了几千年的武器向人们揭示了楚国崛起的秘密。那么楚国是如何制作出数量如此惊人的青铜剑呢？跨越云梦地区一路往东，当看到漫山遍野的紫花之时，意味着一座巨大的宝藏在等着我们。这是一种神奇的小花，它根植于寒铜土壤，以吮吸铜料为营养，因此得名铜草花。凡是有它生长的地方，大地深处一定就有铜矿。几千年前的古人就是通过这满山摇曳的铜草花发现了这座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矿山铜绿山。这个地方叫铜绿山，因为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呀，这个地方每当暴雨过后，山上的地面呢，它突然冒出一些绿颜色的石块。因为这个石块不是普通的石块，它就是铜原料。这个地方的铜矿啊，有的品位很高，高到甚至含铜量达到98.几%。这个遗址是73年开始发掘的，那么发现的炼铜的矿渣多少呢？50万吨。那么按照这个矿渣的比例来推算，当时采铜量至少是10万吨，那在当时来讲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春秋时代，一把青铜戈重量在500克左右，也就是说这里所产的铜可以制造2.4亿件铜戈。以此方法计算，如果用这些铜制造当时的青铜剑，数量可达6000万把，而用来制造30克左右的青铜箭头的话，则可得40亿枚箭头。显然，这是一座能够决定大国命运的矿山。铜矿一定是这个国家高度管控的一个紧缺的资源。应该来说，在生产以及战争提高了这个生产的劳动力。
和战争的这种杀伤力，那么同时对这个统治者的这种统治能力应该来说也是一种提升，所以说它比这个石器时代是得到一个全方位的提升的。铜，人类最早掌握的金属之一。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夏商周的统治秩序中，铜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它的价值不仅在于铸造武器，更在于制造礼器。青铜礼器是秩序和等级制度的象征。这个礼制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中国古代有别于世界其他古代国家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所以作为礼制嘛，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那就青铜礼器。夏商周三代集中统一政治格局的形成，这礼制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争与祭祀的需要让铜矿成为国家的命脉，但谁在实际掌控这一重要资源呢？跨越云蒙地区，一路向北，有两座山脉，铜柏山与大红山。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是淮河的发源地，也是条重要的河谷走廊。在有了随州和枣阳两座城池后，这里被叫做随枣走廊。1978年，考古学者就是在随枣走廊的随州境内发现了这组重达4吨、世界上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礼乐器，曾侯乙编钟。在对曾侯乙编钟进行化学及光谱分析之后，考古人员将它与来自铜绿山的铜矿数据进行比对。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曾侯乙编钟的铜料竟是来自于铜绿山。那么曾国与铜绿山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清代发现的一个曾国的铜器，上边就提到了金道西行，金道那就铜了，铜的道路，西青铜也得用这个西才能把这个铜给变成青铜啊，这样子就说它就是青铜之路。所以我认为那这个时期是曾国在掌控着这个青铜之路，我想也包括东部的铜绿山，保证这一代代的铜的资源输入周王朝，保护这个青铜之路。周王朝将守护国家命脉的青铜之路交到曾国等周王室姬姓成员的手中，他们分布在随枣走廊之中，被称为汉阳诸姬。而根据《左传》记载，在春秋时期经历了楚国两代君主三次出征，楚国最终征服了全部汉阳诸姬。这也意味着当时天下最重要的铜矿资源实际上已被楚国所控制，控制了铜绿山地区，拥有了丰富的铜矿资源，所以他能够在当时里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一。倚仗青铜的力量，楚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席卷江汉、问鼎中原的强国。公元前333年，楚人吞灭越国，自此崛起于云梦大地的楚国整合了长江中下游及以南的区域，成为当时面积最大的诸侯国。
1965年，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出土于济南城附近的楚墓之中。历经2000多年的时光流逝，这把宝剑向人们展示了春秋时期高超的铸剑技术。作为一个著名的越王勾践所用的宝剑，它出现在楚国的核心区，并且埋葬在楚墓之中，这确实是南方的文化整合与族群整合的一个具体的象征。整个的长江中游地区广大范围内的众多族群，他们呢来源不同，文化面貌各异，可是楚国兴起之后就把这么多的各种来源的族群整合成为统一的国家，就是说为秦汉的大一统准备好了条件。楚国强大的同时，远在西北的秦国却先一步崛起，是楚国最为可怕的对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曾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秦楚之间的决裂，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天下大势的走向。公元前278年，济南城所在的郢都被秦军攻破，楚王被迫东迁。云梦地区东北部的安陆县也在这一年被秦军攻破，纳入秦国所设南郡管辖。安陆就是秦南郡向东啊直面楚国势力的一个前方据点啊，南郡只是一个行政中枢啊，在这里本身就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聚集着大量的人口。秦国的应急的部队，各种后勤物资的储备也是在安陆县。同样的呢，如果发生重要的战争啊，后方的大部队开发到前方来，那也要到安陆集中。作为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安陆成为秦人固守的军事重镇。大量秦军的到来，让小城安陆成为秦楚交战的前沿，更是秦军东进南下的桥头堡。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古安陆这座位于云梦泽东北部的军事重镇，2000年后的今天却部分承袭了云梦这个充满历史烽烟的名字，成为了如今的云梦县。更出人意料的是，上世纪70年代在云梦县的一次偶然发掘，让这里成为秦楚争霸的历史见证。为何秦军能够所向披靡？原本属于楚地的安陆，今天的云梦县，是如何见证秦王朝一统的历史进程？云梦县在历史的机缘巧合下，成为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见证。也正因为云梦秦简，后人得以穿越时间的迷雾，溯流而上，重回那个风云巨变的历史现场。